就说啊，我这个地图炮乱打一通，我在讲的是中东警的案子，不要扯别人。又、okay. 是说自己开地图炮，又要被点名的北台湾蓝营议长们不要对号入座。台北市长柯文哲不公开行程，还愿意停下脚步受访，就是因为前一天广播里的这段话哀轰又失言。国民党如果道德这么高，那奇怪，他用那个时候黑道不提名他，那我就跟他跟朱立伦吐槽，那你们那个议长就可以。而且不是只有一个、哦、你这样手指都算在北台湾、不好意思讲，你每一个可以做个表格了，不是、应该哪一个不是你告诉我比较简单。一竿子打翻一船人，让躺着也中枪的国民党北部议长们都气炸。我觉得他现在整个文化是太不负责任的话，清所自军啊，就北台湾那么多个桃园市，对不对？还是宜兰还是基隆？那我真的我想不出哪一个议长是黑道，基隆、台北、新北，哎呀，桃园，弄老会啊，就另狂啊，对啊，他们是不是黑道嘛，对不对？哎、对啊，哎呀，这个就不用去谈了，哎、我是不是黑道，去查一下就知道啦。就连绿营议员梁文杰也忍不住发文替陈景祥澄清，不是黑道，还建议陈景祥应该立刻告柯文哲。不过北市议长陈景祥不愿出面回应，只剩柯文哲钦点的接班人黄珊珊愿意帮忙说话。我想他是一个快人快语的，但是我不清楚他前后文的意思。我想他也不是针对台北市的议长或其他的特定人。不要一直问就没事，你一直问他。事情越闹越大。就算黄珊珊帮忙缓颊，但柯文哲不认失言，继续凹，还反控挑拨离间，让黑道议长说继续发酵。三立新闻，李维、廖美君 ，SU 小组推报道。